事加载中。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虽然你自己的系统消失了，但是杜青对你的执念太深，萌生了自我意识，你在杜青的系统中重生了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当然是去做女主呀。你怎么跑得气喘吁吁的？对不起，让你等太久了。没事，我也刚上来，要不你先……杜青，我有一句话想对你说。你说。你知道吗？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，一样的灯光，一样的小楼下，还有一个傻傻等待的男孩。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，如果不能跟心爱的人在一起，他宁愿去死。这句话对我的冲击很大，我一直都活在别人的期待中。有一天这个男孩出现，他告诉我，就算活得并不出色，也一定要遵循本性。他一心一意地爱一个女孩，甚至愿意为了她去死。我想，我该给这个男孩一个答案。如果我们都能活下去的话，你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？来，喝点水吧。你们过来这是？我们是来辞职的。辞职？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，感谢罗总给我机会，让我一次次证明我自己。我也想了很久，是时候离开了。既然老天爷给了我第二次机会，我想重新选择我的人生。有什么难处你可以跟我说呀。没有，谢谢罗总的好意。杜青，你就由着他吗？我尊重叶子的选择，他不会胡闹，我相信他在别的道路一定能好好的走下去。好，以后如果有什么用得到我的地方，尽管跟我说。嗯，好。你今天辛苦了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嗯，杜倩。嗯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我知道不应该等待。疼死我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就我又梦见你别，天不过心跳。
间过得如此的快，可我们还是没有存在。对你天地之间发誓，一生一世只爱你一人。若为此事，天地不容。臣妾也对天发誓，此生只为皇上所有，一生一世不离不弃。我相信。